亲爱的家宝们，寒假结束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步入紧张的学习阶段。今天架子姐姐教大家做一款超级解压的太空沙，特别适合强迫症患者玩耍，一刀切下去太酸爽了。你们最担心的是没有材料制作，其实用日常用品也能做出特别好的手感。一起来吧，首先要去神奇的厨房拿一包食盐，倒入小半碗，再加一勺淀粉，几勺许洗洁精，这里是增加粘性的作用，记得不要加太多，因为妈妈会打屁屁，挥动着小爪爪搅拌均匀，一直到这种拿起来不掉渣不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如果太干可以继续加些洗洁精，如果太粘就加食盐。太空沙做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接下来就是享受时间，手感非常细腻，一点也不粘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记得收藏和点赞哦，么么哒，下期见。